第八届澳门购物节筹备委员会在2018年11月1号在澳门新濠天地举行新闻发布会暨开幕仪式。澳门年度瞩目盛事第八届澳门购物节将会在12月1号至31号隆重举行，令到全城节庆气氛更换新满载。今年购物节以澳门购物节增购意思为主题，致力注入别树一帜的元素，将世界级购物体验带给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全球旅客以及澳门市民，令到他们在冬日佳节期间沉睡其中，尽情享受美食、娱乐以及购物乐趣，全方位体会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独特魅力。今届活动打造多项亮点，其中包括 MomiPay 互动游戏、全球购物大抽奖、全澳支持三大电子支付平台等等。第八届澳门购物节由丽贝卡在澳门延续买买买精神，由澳门人造响道畅游地道特色景点，展开更不一样的澳门之旅，演绎澳门购物节增购意思的主题。